们欢迎周静雅、张乔琳跟黄魂像三个小朋友，来，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好，三个小朋友有准备很棒的自我介绍台词，我们请周静雅开始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周静雅，我今年读昌平国小一年级，我最喜欢爱心，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小猎人，平常都是爸爸妈妈陪我练琴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乔琳，我今年读吉德堡中班，我最喜欢星星，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太空跳跃，平常都是我自己练琴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黄魂像，我今年读立辉幼儿园大班，我最喜欢飞机，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在阳光下航行，平常都是爸爸妈妈陪我练琴。我们今天要表演三首歌，第一首《美丽的星星》，第二首《五点五》，第三首《听妈妈的话》。敬礼。好，我们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。好，检查你们的琴有没有都好了。好，第一首《美丽的星星》。Thank you.
掌声。